花开。欧阳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我今天早上新做的鹿鸣饼，里头放的是桂花蜜，讨个蟾宫摘桂的好口彩。哎，你一会儿帮我尝尝看行不行？不用尝，但凡你放我那寄卖的果子，不出半日准备抢光。茶客们都说爱喝我点的茶，其实九成九啊，都是冲着你的果子来的。瞧瞧你这张小嘴啊，真是比那桂花蜜还甜还香。若不是做了你小九年的邻居啊，我还就真信了。二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哎，谢谢，你给我上面。来来来，冰秀，啊，请请请。连你的豆儿果了。哎，是。哎，帕尔，我听说东京那边的娘子啊，都是爽利脾气，你到了那边肯定能如鱼得水。哎，欧阳跟我说，东京那边都没有宵禁的，整个晚上灯火通明。子方他爹也去过一回，他也跟我说。东京的小娘子啊，打扮的都跟仙女似的，铺子里的口脂香粉啊，光颜色就有好几百种，身上的衣裳啊，都是用金线给缝的。不过也别瞎想了，过两日你就过去了。二位喜欢吃什么果子？桃花果子。有的。这儿不光卖茶，掌柜新出的紫苏引子也是一绝。瞧，这就是掌柜新出的紫苏引子。哇，慢用。哎，指挥是嫌此地不够清静。之前听说你好茶，这间赵氏茶坊乃钱塘第一，茶香果子好。掌柜娘子更是绝色，样样齐全。什么？好像是赵可惜。哎呀，是啊，栩栩如生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桃花果。有劳。您的点茶。掌柜娘子，两盏青凤水。好嘞。二位要的青凤水。月梅蜜饯，哦，加点安姜盐，味道更好。有劳掌柜娘子。这就是你说的角色啊？乡野村夫，当然不能和京城的红粉佳人相提并论。等你办完了这件案子，我调你回东京，让你好好洗洗眼睛。真的，多谢多谢。